520是一个非传统的情人节，520寓意我爱你。身边有不少朋友就借着这个节日，含蓄地向爱人表白，成功率还蛮高的。在我心中，520不光是情侣才能过的节日，它是代表着爱的节日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稍稍空点闲暇，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礼物，感受那一刻的心动和喜悦。茫茫人海，能遇见你是我的福气。大千世界，最幸福的就是彼此惦记。人生最美丽的语言，不是一句我爱你，而是心里面装着你，发自内心的把你疼惜。人世间最浓的珍惜，不是一时的感动，而是能长久的伴你身旁，天长地久，把你温暖。有一种誓言叫天长地久，有一种承诺叫不离不弃，有一种牵手叫白头偕老，有一种感动叫生死不渝。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力量是不离不弃，最温柔的力量是一心一意，最强大的力量是无怨无悔，最快乐的力量是一生一世。疲惫时有人关心，悲伤时有人安慰，寂寞时有人陪伴，人在低谷有人帮，路就不难走，心在踌躇有人陪，心就不孤独，身处逆境有人扶，人就很温暖。感情不求多完美，只求两颗心能相互依偎，默默的陪伴，深深的挂念，在患难的时候扶一把，在强撑的时候有鼓励，在委屈的时候会疼惜，今生足矣。好的，朋友们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期待您的点赞和关注，谢谢大家。